天蝎座的外表往往看起来很老实，他们看起来安分守己，中规中矩，并不会第一眼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但是如果以为他们真的如此一般，那就是大错特错。天蝎们内心总是暗潮汹涌，他们对人生有着强烈的眷恋希冀，他们渴望权力，渴望金钱，更渴望爱情。他们常常不动声色，让人物以为他们沉默乏味。对于他们你了解多少？为什么他们总是格格不入，显得很孤独？下面为大家揭开天蝎神秘的一面吧。一、外冷内热，拒人以千里之外。对于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人，天蝎座的表情一直都单一，基本就是没表情。就算你和聊天，也是很礼貌的回话。其实熟悉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他心很善，并非是冷血动物。对朋友很仗义，我觉得这就是怕受伤而做出的一种伪装吧。二、朋友少，重质不重量。天蝎座非常懒，他不想浪费时间去做一些无用的社交。相反，如果没事的话，他会宅在家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对于他的朋友要求非常严格，都是能够与他交心的人。三、对于工作，天蝎座永远是那个勤奋工作、遵守制度的人。对于一些在工作中耍小聪明或不遵守规则的人，是所不耻的。天蝎的极端意识、自我意识和强烈的欲望在心中发疼，并经常被带到一个激情茫然的孤独世界，恰恰在这里才会感到人生的价值和乐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